好，开始。Hello, Bob China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王一博。我刚刚看完香奈儿的秀，对这次的秀场有什么感受？颜色的碰撞，然后每一个窗户往外看都像是一幅画，然后刚才也感受到像电影一样的感觉，一格一格的画面。就是对这次秀场的整个装置和布置会跟之前看的比有什么区别吗？或者有什么特别的感想？区别还挺大的，有一种浪漫的感觉，因为中间的音乐有放大提琴，然后交响乐我很喜欢。那这次来到巴黎，因为巴黎是一个有非常多漂亮建筑的地方，对哪些建筑会比较有兴趣啊？像卢浮宫，然后铁塔都想去看一看。最后一个问题，你觉得这次走完秀有哪些 look 会印象比较深刻，或者哪些元素？有一个相机的包，然后还有一个项链，然后上面像是一个墨镜的一个项链，金色的，然后还有对那个白衬衫很喜欢，然后走起来非常的随性。好的，谢谢。谢谢。